奶糖，快来，我发现好多宝藏。宝藏，哇塞，这好像是一棵枣树，摘一颗尝尝味道。嘿嘿，臭奶糖，给我下去吧你。这是哪里？哈哈，奶糖，这里是一棵树生存，不过这次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才不信，呵呵，臭妮妮，你休想把我关在这里。按照正常的套路，这个树上面肯定有宝藏。嘿嘿，我挖，我挖。宝藏，我来呢。不是吧，怎么都是土块呀、啊、哈哈，奶糖，我都说了这个地图什么都没有。妮妮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。休想，臭奶糖，叫你上次欺负我，你就好好在这里面待着吧。可恶的妮妮竟然又把我关在这空岛上。这里好穷呀，什么都没有，好饿啊，我要吃的。哇塞，我怎么可以合成这么多东西？合成配方土块，难道刚刚宝箱里面的是万能土块？呵呵，发财了发财呢，这下我奶糖要成为迷你首富呢。嘿嘿，肚子又在抗议了，蛋糕、烤鸡、汉堡、南瓜派，我通通都要。真香，再用土块兑换一套钻石装备穿穿。呵呵，奶糖我完全都没这么富过呢。哎，土地破坏器、飞行器、喷射器是什么？合成出来看看。哇塞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只要一直按着就能飞起来。嘿嘿，这个空岛太小了，我还要在这里建一个黄金豪宅，先用黄金块铺一层地基出来。哈哈，奶糖，那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是不是很饿？妮妮，我已经饿得吃土呢。妮妮，快放我出去吧，这里刮风又下雨，我还没有房子躲雨，好冷哦。你休想，可以放你出来，我就不放，我就是玩。笨妮妮，肯定没想到这下面的土块是万能土块，这里这么富有，我奶糖才不要回去呢，我要永远住在这里。妈呀，我飞我飞，好险好险，还好有这个飞行器，我要抓紧把我的黄金豪宅造出来。房子的墙壁我们就用青春宫灯来建，这样不仅好看还能给我屋子照明，一举两得。哇，这个灯照在黄金上差点亮瞎我的太阳金眼。黄金的周围都用黄金建造，这样才叫黄金豪宅嘛。房子的外观建造好了，接着就是内饰了。房子太封闭可不好，两边再装上窗户方便通风。然后中间再放上席梦思大床，旁边来两个床头灯和储存柜，方便藏粮食。这边放上两张桌子、椅子和书架。很多小伙伴会问，为什么要读书呢？以后你们就会明白，其实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。左边再放两把烤炉。我的黄金豪宅就大功告成了，意大利炮，哇塞，每次攻击消耗200支箭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再买几个装备，我要去征服黑龙了。Nope. 好吧，我忘记了，传送方块好像造不出来传送门了。奶糖，你有没有狗蛋？臭妮妮，我活得好好的呢。哎呀，奶糖，你命真大，还没有饿死呢。妮妮，我不仅没有饿死，我还成为了迷你首富，建了黄金豪宅呢。切切，奶糖，少在那里吹牛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下来看呀。哼，我这不就下来了？要是你骗我，你就完了。哇塞，真的是黄金豪宅，嘿嘿，我以后要住这里。这是我的豪宅，我才不给你呢。哼，不给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个豪宅是我一个方块一个方块造出来的，我凭什么给你？是我带你来这个地方的，那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要不然别怪我手上的散弹枪不客气。哼，臭妮妮，这是你逼我的意大利炮。什么意大利炮？奶糖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做梦，给我狗带吧。